这位就是人民日报的韩记者。你好。人民日报。嗯，那知道。韩记者啊，特意从北京过来采访你的。我有甚可采访的？哎，是你开展了男女同工同酬，走在了全国的前头，这是新生事物，值得大力宣传的。我就是一心想让姐妹们挺起腰杆，活出个人样来。那咋办？就得劳动啊。不劳动，咱妇女咋解放？啊？对。不斗争，咋有地位啊？对对对，就是。劳动就是解放。斗争才有地位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